到这了。第一位的机器很干净。这么的虚。我没有。怎么修？安尼是讲未修，真正的进行烤箱里面。你怎么会变烤箱？你不是很温度低吗？风扇都掉出来。什么？为什么风扇要掉出来？你信都放在后面。你要把这些拿去哪里？一定要换一个，是吗？对呀，不然呢？只是换风扇而已，所以没有难度嘛，还是把一样的地方。
去。